看这个竹，这个竹的话看这边啊，是一个口字，那口字基本上左边右边这么一截图对角切，那变斜画，变斜画，斜画变两点，两点变一，一可以变点，所以这个口可以变点。好，接下来来看这个口啊，它是不是等于两点？两点变成一平画啊，所以我们一个一平画写在这里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写这里。加上错位，就移过来了，错位到这边来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写竹，写起来就变成口，然后这个啊过来，好，这边。